家人，大家早上好。你好啊。我是雷梦，这位是我太太。我们是从事之前是室内设计的。首先我要感恩系统，因为给这个机会，我们有这个平台来这边发展。第一呢，第二就是要感恩我们的上线，所有的上线啊，我们的 Alvin、九兰，还有Nicholas Onzi 啊，还有阿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天子妹妹，还有微信，因为他介绍这个H-Log 这么好的产品给我，把我的健康找了回来。还有就是最重要就是我的爱人，我的太太，因为他带来了这个好运。首先也是要感恩他。还有就是其实我有点小紧张，因为很久没有上台了。其实我很怀念这个舞台的，因为上台的时候，一就是本奖，二就是表扬嘛，对吗？因为是表扬嘛，对不对？所以我就跟我太太讲，我们很久没有上来了呢。他说是咯，这样怎么办？我说，现在机会来了嘛，对不对？二月、三月、四月嘛，我说我们敢去就对了啦。所以就是我们趁着这个机会，有机会上来。接下来 Y No Skin 交给我的太太。下午好，非常好。之前是我是因为也是家庭主妇，一般帮他打理他的事业啦。然后其实我 Why New Skin 哦，从一开始就是因为我老公，大家都知道我老公是之前有血癌，他是血癌病人，所以我真的很感恩我的天使啊，也是我的奥拉，也是我的阿姨。把 New Skin 的产品介绍给我老公吃，因为那时候我老公真的很糟糕的健康哦，但是真的我不妥协，因为他那时候很拒绝我，甚至我跟他吵架，你知道吗？但是我真的是不妥协，因为我想我老公好，所以我产品给我老公吃，吃了过后把我老公的健康找回来啊，你们看他现在像不像有血癌？像吧。就是在感恩 New Skin 的产品哦，然后再来很感恩 System。感恩我们的上上线全部我的下线伙伴螃蟹们一不动不动给我们的鼓励，然后什么这个 diamond 嘛，其实去年的这个时候我是 emerald， 因为二月的时候是我的生日啦，所以我每年我都给我自己那个 diamond， 就是讲我要被表扬。然后去年的时候我一整年我就上了 Everett 的时候，我其实就没有很认真的去 set 我的 goal， 我的 onc 跟 nicas 哦，每个月都问我，你的 goal 是什么？那我们讲真的哦，没有去很认真的跟他讲我们的 goal， 就带过。然后到今年去年年尾的时候，我觉得我心里不平衡啊，因为我觉得每次我做 crew 也好，我坐在那边也好，我看到哇，螃蟹全部啊，朋友哇，一个个被表扬，一个一个在平台的在上的哦。然后我觉得不可能，我也是要 set 我的 goal， 敢敢要去 set 我的 goal 了。然后我就跟我的 upline 你跟C 还有明明他们坐下来，我讲我一定要在二月的时候，我要给我自己一个 set 一个 goal。然后我就讲我上台门。然后讲真的，当我要 set 了这个 goal 的时候，我就真的是 massive 那个行动啊，因为我平时都有很大的那个量啊，行动量。然后但是就是没有很认真，真的没有很认真。但是这个这一次我感慨的是，每天我跟我老公，因为二月的时候很短啊，又新年啊，又我们有去之前有交新年。你哪里要有人来应酬你我们啊的，但是我们也没有管这么多，我们就是每天哦，一有机会就是做完，因为我们还有自己的事业，做完我们的事业过后啊，我们就去找我们的朋友谈，因为一天哦，我们可以见四到五个人，真的是从早上见到晚上12点甚至1点才回家。但是有时候情绪嘛，我们也是会被你的，但是我们就不要管他，因为我觉得我的时间不够了，所以我就 next 就不要管他。
然后过后、啊、我就有一天我至少要让我跟我老公讲一定要 close 到一个人，但是有时候真的是我们登台的时候我一天真的是 close 三个，一天真的是 close 三个。所以在这个二月的时候短短的时候我们的是那个行动量、啊、真的是当你要 set 你的 goal 的时候你认真的去要的时候啊，你什么那个福利啊你都会出来的。讲真的 so, 真的很感恩感恩啊，我认可我自己其实可以的，其实做的每一位、哦、都可以的，只要你认真把你的 goal set， 然后你有一个 deadline、哦、你不要直接现在你 set 了、哦、到一年就好像我去年这样子 set 了没有去做的，但是当你有一个 deadline 你 set 了你的 goal 你敢敢去做一定能的 OK 加油。 Thank you. Congratulations to all new diamond facilities.